根据那些户外工作者注意作业安全。下面播报本地新闻。日前，我市最大的木产品加工企业先富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通过证监会审核，将。国家吗？怎么样啊？城北局算上编外人员，一共才17个人，要把全区8000多家企业摸清底数，至少需要1年呢。粥多僧少啊，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派几个喝粥的？我说你小子啊，啥都没干就开始向我要人了。您不是说了吗？有困难尽管向您开口吗？嗯，咱们案件专业人才少了点，这样吧，我来想办法。您这就算是答应了啊。嗯，答应吧。这不是507火灾事故那件吗？怎么还要上市了？将于5月14日。我就说吧，肯定有来头。啥来头？来头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现在这种形势，出了事儿，谁也不好使。哎呀，龙哥，你不知道，我跟小张连他家大门都没进去，那保安眼睛一瞪，一个个看着都跟土匪似的。你眼睛也不小啊。我让你去执法，连门都进不去，好意思说？他们人多呀，人多能咋的？咱辖区里除了仓买店，那叫个企业都比咱人多，这工作还不干了？又没你那事呢，你当然不在。跟你说正经的，这是能力问题，跟身手有啥关系？我跟赵局汇报了，请求公安支持，他就说等等等，这里边要没有背景，那才怪呢。小王，你有什么背景啊？不是。副科长，我能有什么背景啊？我一个学理的，我是靠学习成绩才考进安监局的呀。那你知不知道赵局长有什么背景啊？赵局？嗯，赵局原来不是城南局的代理局长吗？城南连续3年全市事故率最低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是，副科长，事故率低也能当背景啊？那当然了，在学校。成绩是背景，工作了，能力就是背景。啊，老周啊，嗯，这木器厂连事故说明都没报上来。哎，这一点小王说对了，那家的确水很深呐。深浅能咋的？等局长来了，我找他说去。爷，还是看领导什么意思吧。有些事儿咱们左右不了。哎，周科长，我听说你下周就退休了。车到站了，你不下车该讨人嫌喽。我说老周啊，你这一走，这局里可没老人了。哎，你没考虑过再调回来？回来干啥？我都当了15年科长了，干够了。要不要？这我帮你来，一起。你就管上管上。燕儿，哎，亮哥，那工长咋说的？工长说了，还得再等。还得等啊？哎呀，那等啥时候去啊？那家里都沾巴等用钱呢。行了，胖子，别咋呼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当初要不是小柱子怕大雕啊，就你那3个月钱呢，都要不回来。可别说。小柱这一闹啊，还真好使。咱老板也不是欠钱人的，平时对咱也挺好的。哎呀，这人呢，他不是会变的吗？嗯，哎，反正我是不管。他到时候他要再不开工啊，我就撒丫走人换地方。嗯，行了，别叨叨了啊。哥呀，浩来电话了，和嫂子晚上闹。嗯，老冯，嗯，那媳妇晚上来了，你可得劲儿了哈。得劲儿了，得劲儿。这小子，咋又你啊？两位了，两位，不要不要，闹得要紧啊。董总，我这真没钱了，给工人补完工资，咱账上就剩几千块钱了。那开发商那边怎么说的？还是一样，说没钱就让等着。董总啊，我有事跟你汇报一下。那我先回去了。董总，给咱供药那一家我都问过了，他们都不同意再赊货了，而且让咱们把那个欠款都结了。行，我处理。
哎呀，等等，我再多句嘴啊，你这些工人没活干呀，那也不是个事儿。哎，国强，忙吗？我走了。嗯，早点回来啊。好，小子，干活小心点啊。放心吧。刘云，你让你们经理安排个别的活呗，这成天在墙上挂着，我这心啊总悬悬着。没事儿，我们单位啊就清洗外墙工资最高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老万都请好几顿酒了，没人愿意换。哎呀，你可千万得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我不能让我儿子一出生就没爹呀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大清早的净说那晦气话，他亲家你也不管管他。也是决定着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。那么月末就要举行的全国民营企业高峰论坛，是市委市政府经过艰苦努力才争取落户到我们江南市的。大家一定要下大力气把这次论坛搞好，让全国的企业家在我们江南市看到机遇。那么说到我们安监工作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一句话，就是监督保障企业能够安全生产。监督是手段，保障才是根本。让企业能够安心生产，经济才能搞上去嘛。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。总而言之，安监工作任重而道远，希望大家齐心协力，不辱使命，好吧？听说先富集团下属的木器厂失火了，初步判断是因为粉尘爆炸所致，具体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善后处理的怎么样？企业什么态度？现在目前掌握的情况是，四名伤者都在医院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厂里面已经安排了专人照顾，但是现场勘查。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有的态度，出了问题不怕，重要的是敢于承担责任，解决问题。先富集团过两天就要上市了，这个时候出现问题不应该啊，一定要让他们好好总结，该罚的罚，该处理的处理，好吧？但是要快，不能对企业上市有不利影响。程序方面可以特事特办，必要的时候报还是批一下。市长放心吧，赵局长会出来好这些事情。苏副市长，你也知道，一出事故，老百姓说什么都有，更何况是一个上市企业。我建议，要不然市政府搞个新闻发布会，定个调子。怎么现在政府都成了弱势群体了啊？动不动就要解释说明，有些人也真是啊，一遇到事情就说三道四，造谣生事，对社会发展没有一点好处嘛。你说一个企业做到今天容易吗？啊，总不能因为几句谣言啊就把企业给毁了吧？可是具体事故还没有调查，我是说万一，怎么查是你的事儿，我无权干涉，我只要求你加快进度。这样吧，给你三天时间，三天内一定要结案。苏市长，按照流程，三天时间恐怕不够吧？三天之后企业就要上市了，我也要去上海。这个案子一定要在三天之内了结，不能给企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，更不能给即将召开的论坛带来负面影响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赵局长，城北区可是个大区啊，城南区是比不了的。你的一切工作都要秉承从零开始的理念，懂吗？江南晚报记者辛杰，啊，你好。关于先锋木器厂失火的事情，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。我们正在调查，有了结果会向你们通报。
听说穆机长失火第一时间并没有报警，里面是有什么隐情吗？啊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正在调查之中。宋副机长让您现实解决，您觉得压力大吗？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。那您会掌握调查尺度吗？高警长，啊，来了，来正好。哎，对不起了啊。快点，走走。我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先副厂新建了六个车间，没有军工验收，也没有建立日常安全管理责任制，失火的只是其中一间。辖区太大了，管不过来。嗨，老周，现在不是讨论责任。这样，老周，你跟小王再辛苦跑一趟医院，想方设法了解到真实的伤亡记录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一下。哎，咋的？他们还敢瞒报啊？现在还没调查清楚呢。李龙，你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咱们俩去趟现场。好，你也辛苦啊。哎，局长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嗨，老周，你是咱们的老案件了，我初来乍到的，很多事情还要向您请教呢，有什么话直说。局长客气。你看穆机长严实报警，又不让我们进去检查，这里头一定是有问题。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查呀？查到什么程度啊？你看，毕竟你是着火以后才来到咱们局的，我想有些事儿啊，你老赵，谢谢你啊，能够替我着想。说老实话，这两天我也在寻思这事儿。嗯，但是。调查取证是咱们的工作嘛，只要发现问题，我们就应该查清楚。只有这样，不管到任何时候，咱们都不至于被动嘛。可就给三天时间，这不明摆着让咱们老周，你是老案件了，是咱们这老黄忠了，了解情况，人头又熟。我是希望你呢，能够多多支持我的工作。还有三天就退了。你咋着咋是吧？啊！哎，您坐。好的，主编。我明白。好的。嘿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过来，快！这拾到一只小流浪猫，你这样子帮我好好照看着，看看有没有人来认领。啊，照顾好了。安监局这有新的情况，我跟一下。嗯。回头宋市长那边就走通稿吧。嗯，好。谁呀？吵着玩火呢？啊！来，我看看，来来来，你们逗他了？干啥的？你们这？你是负责人？啊，对，就是我。怎么的？你干啥的？城北安监局，我知道你安监局的，怎么的？还想进去啊？告诉你，门都没有。你注意点态度。我态度怎么的态度？这是我们赵局长。赵局长，误会误会误会啊！我误会误会。我是这个厂厂长隋先民啊，你叫小隋就可以了。隋厂长，哎，我们上门为企业服务，你们好像不太欢迎吧？不敢！我就寻思这么点小事儿，您怎么还亲自登门啊？有点儿。看来我今天要是不来，我们的人恐怕连你这大企业的门都进不去了。不，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行。乱码七糟，特别埋的，我这得还上我办公室吧，行不行？我给你准备好多茶呢，我跟你说。这封条谁撕的？不是，这可能工人干活不小心碰坏了。破坏现场也是不小心。你喊啥呀，赵局长？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不要上市吗？等我忙完这两天，我再慢慢向你汇报，行不行？那个材料呢，我马上就让人给你送去啊！我让人给你送去，赵局长。这里太脏了，你闻着味儿，这味儿还挺大的。啊，赵局长，要不再上我办公室吧，行不行？哎，太
脏了，那里头，是不是？这太脏了，这个，你看。我们车间消防设施相当齐全，本来呢我是应该去看看你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干这档子事儿了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跟你说，就那天着火那事儿，他锤死我了。啊，赵局，哎，赵局，赵局，来来来，咱把手上火停一停啊！哎，赵局长过来了。局长，局长，这肯定是个警察的。什么也不用说了，听好了，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马上停工。另外，希望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，叫上你们工程部的负责人，带上相关材料。不是，赵局长，我现在没时间呢。孙建斌，你擅自破坏事故现场，已经涉嫌违法，安防系统也不合格，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不是，赵局长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崔站长，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喂，唐局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先打个电话去啊。完了，我下午到你们汇报去啊。哎哎，你去哪儿？干什么了？不知道。我是记者，我哎，你别撬相机。回来！干什么你？我是记者，我记者。哎，别撬！回来！住手！给我相机！别先别。警察打人了啊！打人了！警察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我明白了。打人了！打人了！立住！不许动手！不许动手，知道不知道？这位朋友，怎么样了？胳膊折了，胳膊折了，折了，那咱到医院去看一看。哦，带装。好像还能动。哦啊，真的能动？能。不是你活动活动。哎，能动。李东，抱歉。局长。赵局长，是他们先。行了。道歉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好了，没事，不疼了。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呢？你们找谁？啊，我们是政府的，有事找厂里说去，我们这不接待。我叫周平，是负责协调善后工作的。今儿来啊，是看看大家有什么困难，跟我们说说，我们帮你们解决一下。调查的事儿不归我们管。来。哎呀，这位老师，我看精神头挺足的，恢复不错呀。这里边我是最轻的哦，不用辞皮。哦呦呦，现在这政府啊挺好，挺讲人情啊，为人民服务嘛。啊，政府不能看着老百姓在这遭罪不管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兄弟好像挺严重的，大夫说了，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哎，那就好，只要活着就是幸运了。可不咋的，那天老陈啊，那头发都着起来了，可把我给吓坏了，还以为啊都活不了了呢。老陈没事啊，早回家了。我们老板说了，一定会照顾好伤员的。谢谢政府啊，你们二位要没什么事儿，回去吧，刚好也休息。话还没说完呢，闺女。好，我们的心意已经尽到了，那就不打扰大家了，祝大家早日康复啊！走吧。到目前为止，至少还有一个人没在这个名单上。好，还有什么发现？我怎么了？你接着说。我侧面了解一下。120的秦主任说，事发当天他们在去现场的路上，
遇到了几辆陈昌县的救护车。老周，你跟下来的线索。好。小王，你跟消防大队派出所预约一下，明天进场查封。好。李荣，你留一下。哎，今天这情况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停工。李荣，你的执法态度有问题啊。局长，是那个隋先民太嚣张了，明目张胆的对抗检查，还狡辩。我今天也就是……行了行了，李龙，咱们干安监工作的，要讲究的是方式方法，要解决问题，不是为了激化矛盾。哎呦，局长啊，他们这帮人仗着有钱有势，根本不把咱们放在眼里，还就得给他们来硬的，跟他们讲道理那是对牛弹琴。那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对牛弹琴啊？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也不能动手，这叫越权执法。请进。啊，辛局长，还有事情啊？刚刚在木器厂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是这位同志，您贵姓？哎，行了，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没看见还有事呢啊？是这样的，局长，我除了表示感谢以外呢，我还想就木器厂失火一事跟您了解点情况。行了，再说吧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早逮着那个隋先民了，还没完没了的。李龙。李龙同志是吧？首先我要感谢你刚刚出手相助，可是采访是我的权利。停，你有权利，我没有纪律，懂不懂规矩啊？那啥事到你们媒体手里，那能有好喽？你了解清楚了。啊，辛局长，要不然你先出去一会儿，一会儿我们谈。好，好，局长。陈昌县的救护车那天都在县里。没去过木器厂，那就奇了怪了。奇怪什么呀？前几年我到陈昌办案子，在那县医院门口停着社会车辆，都改成状，像救护车似的，都带警灯。说白了，不就是黑车吗？对啊。喂，啊，贺局长啊，我是罗强啊。我们安监的工作就是这样的。你这次呢，也正好可以实地考察一下。哎，李龙，来来来，这次去呢，把新记者也带上。啊，我的新记者也是为了配合咱们的工作嘛。咱们这个案子呢，社会上有传言，市里也不表态。当然，我相信记者同志一定会客观真实报道的。李队长，刚才对不起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给你添乱。没事，局长，这市里到底啥态度呀？这上午宋副市长要确切人数。拿到证据，立刻反馈。好，走吧，走。云兰，你就是新杰呀，我爸可喜欢你的文章了。哎，周科长，头一回遇见安监调查还带记者的，这也是工作的新思路。了解我们安监工作的人太少了。我可是大领导，了解的太少啊。少说话对你没坏处。是赵局长吗？我是先富集团的隋先富。隋先生你好。我也是刚听说我那堂弟不懂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隋先生，你的工厂安全隐患十分严重，要全厂自查停工。真要是等我们安监来帮你查，后果可是不一样。赵局长讲话实在。隋先生，宋副市长说你们企业马上就要上市，要特事特办。可是你别忘记了，我们安监这一票否决权怎么用，就要看你的态度。明白。好在这场火烧的不大，善后又及时。失火的事情我们还会进一步调查，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，你们必须马上改正安全隐患的问题。崔先生，你们作为企业家的，要对全厂工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呀。再说了，你这些钱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。赵局长，现在情况特殊，我这不眼瞅着就要上市了吗？停工会出乱子的。昨天宋鹏市长还要求我一鼓作气搞个开门红，给企业论坛献礼。我要是现在撂挑子的话，可就真成了咱们市的经济发展的罪人了。隋先富先生，
你现在听好了，我现在是正式通知你停工，而不是在和你商量。那好，我尽快赶回去。钟先生，你的最爱。啥事儿啊，哥，神神叨叨的啊，整个小包房还小粉墙。有好事儿，服务员给我来样啤酒。好嘞。哎，咱们中午不行喝酒，下午还得干活呢啊。哎，没事儿，咱们今天高兴，你看一小雨又当新郎又当爹的，咱庆贺一下，哥几个喝点没毛病。是，不是哥，要不咱改天再喝吧，我这晚上家里还有一堆事儿。咋的，兄弟，不给哥这个面子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拿哥几个不当回事儿啊？哎，那小雨可不是那样人，是吧？兄弟，你要嫌这地方不好，咱就换地方喝，好不好？哥，没那意思，来喝。那先这样啊，再见再见。董总，咱这材料，周边几个楼盘都干着呢，咱这工人也不能待着。我也在想办法呀。董总，我有个朋友，他也是搞那个保温板的，要不跟他商量商量？他愿意试货给咱啊？那咱试试呗，咱也还不了他钱。这个咱这价格，你看。行，那你去谈，价格千万别太低。行，那我现在找他去。抢救无效，我也刚接到电话，刘宇没了。啊？刘宇没了？没了？都怪我。去了，你说我要你们几个废物有什么用？想办法找几个人把笔录弄回来。我要知道用你们干什么？往陈仓收费站不就一条道吗？自己想办法。从现场调查来看啊，死者刘宇
他属于意外坠落，他没有系安全带，也没戴安全帽，下落的时候头部先着地的，导致颅内大面积出血。对了，我把他们主要负责人带过来了，这小子情绪还挺激动的。好，做好安抚工作。李龙那边有消息了，在陈仓还有七个人，四死三伤啊。这不是较大事故了吗？这是老隋的哥俩，这太猖狂了。是啊，李龙正往回赶呢。哦，对，老周，我们必须连夜把包裹整理出来，明天一早进厂查封。啊，可是，是不是先跟市局通个气儿啊？你看上午宋副市长他不必了。宋副市长，并不了解具体情况。哎呀，局长啊！自从林市长病退之后啊，现在呼声最高的就是宋副市长继任。老周，如果这事儿来让你处理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还有两天就退休了，我和你不一样。咱俩有啥不一样的？啊，你吃的是饭，我吃的也饭，咱俩吃的不是一样的饭吗？安谦这碗饭怎么吃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这种事情也敢瞒报。别说他们上市了，不判他们几个都是轻的。这车呀，倒是你家的，说停就停。你没看见前面的车别我们？没事吧，哥们儿，全怨我，全怨我。你车跟太近了。近怎么的？近你也不能说停就停啊。追尾是全责，得给我们修车呀。我不管什么全责不全责，你车给我撞了，你说怎么修吧？哪儿那么大火呀？走保险吧。你车怎么不挂牌子呀？管我挂不挂牌子呢？你说怎么修吧？你就说怎么赔吧。哎！什么破地方，光天化日之下拦路抢劫，民风也太彪悍了吧。对，我们被抢劫了。这是在哪儿啊？在往高速公路走的那个路口那儿，一辆红色的 SUV， 上面三个人，车牌号是江 D52341。哦，他们往收费站方向走了。还有一辆银灰色捷达，左车灯碎了，没有挂牌照，车上两个人和红车是一起的，想办法把他们截住，我们在这等着。李队长分析的有道理，他们是有预谋的。新姐也是挺厉害的，连车牌号都记得住。职业习惯。谁抢劫还挂真牌子呀？不过你今天倒是挺猛的，你也有长进。姐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看来他们不是奔钱来的呀。喂，小玉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等我忙完了这两天再谈我们俩的事情好吗？赵国强，都十年了，从你当上科长，你说你哪天不忙？我真的在忙工作，我又没有干别的。你要真干点别的，我也算有个对手。你打算拖我到什么时候？小玉，我说句老实话，这些年是我疏忽了家里，让你跟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委屈，都怪我不好。可是你应该理解我呀。你别说了，这话我都听腻了。我只要匆匆，没有别的要求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我早就冷静了。我告诉你，赵国强，两天内必须给我办手续，听见了吗？别让我到你们单位去找你。小玉，你听我跟你说。喂，喂。
局长，只要你能帮老哥这个忙，我会感谢你一辈子的。老弟呀，以前咱们不熟，等处长了你就知道了。哥哥我在江南混了大半辈子，结交了不少有正能量、有政治背景的好朋友。兄弟要想在官场上走仕途，哥哥一定帮得上你。司仙父，工厂停工了吗？必须给面子。我那新建几个车间已经停了，但是其他的你也知道我的难处。隋先民在哪儿？他我还真的不知道。我这刚下飞机，不就到你这儿来了吗？好，现在我正式通知你，先富木器厂车间失火，属于较大事故。隋先民作为法人代表，涉嫌瞒报案情和故意破坏案发现场，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。如果他能够及时到案配合调查，尚有从轻的余地。老弟，你这……至于你，作为先富集团的投资人，你同样负有主体责任。所以，我现在再一次通知你，全厂必须马上停工。不要一错再错。另外，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配合。老弟，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只要肯帮哥这忙，左右就是你一句话的事儿。还是没有看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啊。老弟啊，你这是趁我病要我命啊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要不然这样，我那几个车间先干着，等我忙完上市的事儿，我再给你补个手续。秦桧国家公务人员触犯什么法律，你不会不明白。老弟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给共产党干活差不多就行了，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怎么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。崔先富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既然端了共产党的饭碗，我就没想过你说的后路。行，你是真不给面子。崔先民在哪儿我不知道，你想让我全厂停工，不可能。赵局长，既然你这条路走不通，那我也只好想别的办法了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在陈仓还有七个人，四死三伤啊！什么？但是这样一来，隋氏兄弟就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，更别说上市了。国强啊，自从我负责全市的案件工作以来啊，我一直想把江南啊打造成为全国生产环境最安全的城市，让工人们安全的生产，放心的回家。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既不想喊什么高调，
也不要面子工程。我就想为江南的人民多做点事情。第三车过了，明天还有四车发了。啊。哎，对呀，董总啊，咱是不是开夜班的？这工期耽误时间也太长了。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了。好，连同上午的马上整理。还有，你跟小王还是再辛苦一趟，到那几个死亡工人家里头做笔录，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，说清楚利害关系，千万不能激化矛盾。毕竟他们刚刚失去了亲人。明白。老金，那事儿抓紧时间办啊。好的，局长。老周，那个清洁公司老板怎么样？还是不说话，不过现在情绪稳定下来了。哎呀，我抽空跟他谈谈吧。抓紧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让你受到惊吓了。没事儿，我也是见过恶势力的人。嚯，赵局长，这一天下来收获真不小，我还是想采访您一下。哎，邢记者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们局长已经忙活一天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那要不然这样的吧，咱们稍微晚点的时候。行，不急。老天爷的心也太狠了，这以后让我们娘们可怎么活呀？哎呀，这小王八犊子，早晨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闺女，你怎么了？闺女，闺女，说句话，闺女，闺女，不相信刘宇就这么走了。早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还说晚上回来陪我吃饭，还说给孩子起名字。现在是不是已经没人了？闺女，你可别哭，你还有孩子呢。麻烦您开一下门。小伙子，我儿子确实好几天没回家了，我们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大爷，不瞒您说，我今天才从陈仓回来，林哥的遗体前几天就在那儿火化了，您就不用再提他们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你哭有啥用啊？人都没了，你能把孩子哭回来呀？你啊，都怨你呀，人家说啥就是啥呀，啥都怪我呀，他们都是什么人呢？咱们能惹得起人家吗？你还想不想让咱儿子哭回来呀？
我没有工作，我们这个家就靠村儿他爸这点公司。那厂里把赔的钱再要回去，那我们娘俩真没活路。大嫂，我理解你的难处。你放心，已经赔给你们的钱是不可能再要回去的，政府也帮不上。而且我们还要重新核算赔偿的金额，如果说低于国家的赔偿标准，我们还会帮你把少给的钱也要回。叔叔，他们说我爸爸是临时工，还说着火都是因为我爸爸。来，孩子，你不要听他们瞎说，这都是工厂的责任，跟爸爸无关。如果车间的安防设施是合格的，大哥也不可能就这么没了。爸爸，爸爸不哭。可是他们要是再来找我们怎么办呢？人家有钱有势，我们这孤儿寡母的，真忍不起他们了。大嫂，你放心，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都要坐牢的，没人再会来找你们。请进。赵局长，忙完了。哟，是啊。现在可以采访了吧？要不咱换个地儿吧。啊？所以说啊，有些企业对我们安监工作的认识存在误区，总认为只要找关系、送钱，或者说交了罚款就万事大吉了。对自身存在的安全问题，要么认识不够，要么心存侥幸，总认为事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据我了解，现在许多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，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安全上的投入不足。你看看近几年发生的重大事故，大多数是因为企业只是片面追求效益，而忽视了安全。明明可以避免的悲剧，但最终还是发生了。所以说呀，安全是不能假设的。人命关天四个字，是底线，更是红线。我看咱们局就这么几个人，面对那么多企业，该如何开展工作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安监的人头少的确是个硬伤，所以就应该在宣传和教育上加大力度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唤醒从业者自身的安全意识。这几年我写了一些建议，你看看。对安全教育进行立法，强制企业对从业人员进行长期规范的意识培养。我们经常跟企业说一句话，要把事故的代价预支为安全的成本。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让我参与调查了。舆论导向是非常重要的，你看到了现实，也看到了后果，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。这一天下来的确不一样，局长，我回去就告诉我们主编，让他开设一个常态栏目，帮您一起宣传。最好请你们电台和电视台同仁一起帮忙大力宣传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局长，最后问您一个私人问题。像您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，作为您的家人，他们能理解吗？把江南打造成全国生产环境最安全的城市，是我们所有安监人共同的心愿啊。妹子，你先睡吧，估计啊他们得挺晚才能回来呢。嫂子，嗯，你说那么大半夜的干的是啥活呢？嗨，还不是为了多挣那几个钱吗？妈，我爸啥时候回来呀？明天能不能带我去游乐场啊？能去能去，快点睡觉啊。来，快点快点，给我放这里来。来，亮哥，哎，小点头啊，小点头，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哎。
绿水青山，白笑颜。采访完赵局长，觉得对你们真是了解不少。怎么样，一天没白等吧？书借我看一下。拿走吧。走啦，亲爱的。拜拜。李队长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哪儿的话，你很勇敢。之前对你不大礼貌，给你道歉啊。别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你多包涵。这是我的名片，等案情有了结果，你通知我。你好，城北安监局，在哪儿？赵局，现场共发现五具尸体，有三个是被火烧死的，两个是跳楼摔死的，另外还有一个已经送到医院了。初步调查什么原因？目前还不清楚。但据现场的工人讲，今天下午有一批保温板送到，就放在失火的楼层。目前负责进货的刘工长已经联系不上。赵局长，是。哎呀，赵局长啊，你想想办法找找董总吧。他不在，你都不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董总，谁呀？哦，张姐，这个建筑商是我的老师。刚才我给他妻子还家里打电话，没有人接了。马上通知相关单位，成立调查组，立刻着手调查。躲着我实在是等不了。
一个工长帮我设了一批保温板，那是楼里唯一不合格的材料。我没想到会这么巧，糊涂啊！是我对不起这些工人，对不起他们的家人。 等我跟你交代完了，我去自首。冬青，孙耀成欠我1200多万，我把我的两处房产都抵押，你让孙耀成先赔偿工人，如果还有剩余的话。 替我还债。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帮我去看看老爸老妈。张卫这边有他弟弟，我心里也踏实。大夫说，如果手术成功的话。 至少能多活5年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国强，对不住了，让你失望。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。 你们这么激动的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听信传言呐。在这里，我可以给大家做个保证，死伤的工人一定会按照国家的标准拿到赔偿的。你可拉倒吧！我看那工地都没钱进料了，哪啥赔呀？哎，那老板不是你哥们吗？你就说把他藏哪儿就得了呗。藏哪儿了？藏哪儿了？说，藏哪儿了？说，哎，把他交出来！是我哥们，但是他已经自首了。我们不管是不是你什么哥们。 反正人死了，你就说怎么赔，我告了。少了2000万，你就别出这个门。亮子，你少说2句吧，墙子都没了，我用那钱有什么用啊？哎呦，三叔，人死了能不要钱？那咱们钱不白死了吗？我的儿啊！你们看到了没有？啊！大妈这么难受的，难道你们就不心痛吗？ 说句老实话，发生这样的事故，谁也不愿意看到。出了这样的事故，我们也要承担责任。你们现在的心情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尽快的查明事故原因，启动理赔程序，让死者安心，也给你们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。不，你在这说的挺好听的。你说我们出来这个门，我们上哪找你去啊？没人找你，没人找你，没人找你。乡亲们。 这是我的电话，你们可以记一下，16307172010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拨。
这是不是你电话？哎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对，是他，是他，对，没错。我24小时不关机，你们有什么事情随时打我电话。还有，希望你们推选几位代表，我们方便沟通。让大爷大妈，回去赶紧休息。他说话啰嗦，就老周，让他们去招待所给他们吃点东西，休息一下。好嘞。我叫周平，来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走吧。不行，我去，我去，这你不是不是？大家跟我来吧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去吃点东西，休息休息。啊，大爷，我们走了，你跑了干什么？我们是国家的工作人员，往哪儿跑啊？一定要相信我们政府啊！我们是安监局的，跑不了。去去去，吃点东西休息一下。走，来，哎，慢点，慢点。来来，老姑娘，行行，走，吃完饭再说。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慢点。告诉你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我见不到钱，跟你们没完！我告诉你们。啥玩意儿？才给30万呢，那30万够干啥的呀？那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就是啊，怎么的？30万嫌少？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啊，你家刘宇不但喝酒，哎，安全帽也不戴，安全证也不系，他倒是省事儿了。我找谁说理去？我他妈找谁说理去？行，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跟你唠唠。这什么话？哎，小同志，哎，这钱都是给我的吧？对。您是死者的唯一家属。啥玩意儿？这钱我们一分没有。曲芳女士并未与刘宇登记，不是法定夫妻，按规定不在赔偿范围之内。你们亲家，那好歹我闺女跟你儿子也这么多年了，肚子里的孩子是你们老留下的吧？啊，我听你这意思，你这钱是全想揣你自己腰包里。那我可没那么说啊，把孩子给我生下来。啊，我去做那个叫什么啊，亲子鉴定，要是我们老刘家的种，我给你钱啊，5万。六才，你这话可丧良心！啥亲子鉴定？你这是怀疑我闺女呗？啊？怀疑咋的？我儿子一天就不着家啊，累得跟王八犊子似的，他咋能说怀就怀上？你放屁！你，他不打死你！你别动手！打死你！你说什么？姑娘，闺女，走，马丽，你找个地方说理去。我就不信，政府就看着咱们孤儿寡母没人管。走。妈，你丢不丢人啊？丢啥人呢？钱都没了，还丢啥人呢？走，咱现在上医院，咱不要了，咱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要是我老刘家种，不能说打就打。要么，你给我20万。我让姑娘把孩子生下来，20万，现在买个孩子多少钱呢？啊，你太黑了吧！你买呀，你买去啊！你别说了，钱钱钱，你们就知道钱。刘宇啊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咱的爹妈。Thank you.
那我先回去了。慢走，领导。局长，孙宪兵出城，半夜被抓了。太好了！凭什么抓我啊？我也是守法公民，我要找律师，我要找律师。老大，坐好了。孙宪兵，现在这城北安监局就咸丰木器厂火灾事故对你进行问询，作为法人代表，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。着火，那只是个意外。再说了，我们都处理完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因为我没让你们进厂？那也不是找警察来抓我吧？行了，那请你告诉我们，在这起事故当中，究竟几人死亡，几人受伤？我没在现场，不清楚。反正我知道受伤的人都送医院去了，我们还派了专人去照顾他们呢。孙宪兵，你不要避重就轻，事故瞒报是严重的违法行为，你考虑清楚。我没在现场，我考虑什么清楚啊？啊，我告诉你们啊。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要政府也得讲理呀，栽赃陷害我可不行。那好，让我们替你来回忆回忆。事故当天，陈仓县司机的出车情况，医院的收治记录，火葬场的火化记录，还有死亡工人的家属证明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全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心脏病犯了，哎呀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快给我打120，不行了，快点，不行了，哎，龙哥，哎，龙哥，龙哥，你给我听好了，那可是四条无辜的生命。还有两个人终身要在轮椅上生活，你睡得着吗你？现在证据齐全，一味抵赖指挥家就行了。你最好把握这次通话的机会。全厂停工，不给钱不行，钱给少了也不行。他们还让公安把咱们的隋厂长给抓走了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工厂开不了工，大家吃什么，喝什么，拿什么来养活老婆孩子？我想等上市以后，给大家伙涨工资，建住房，现在全泡汤了。他们太欺负人了！咱们要政府说理去，让市长给他们做主。对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工作，找市长做主。我们要吃饭，工作，我们要工作，找市长做主，找市长做主。吃饭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工作，找市长做主。哦，对了，是不是到饭点了？到了，吃饭去吧。我说，咱出去吃呗。出去吃啥呀？下午一堆事儿，到食堂垫吧两个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在附近，我找地儿，你买单。大餐，大餐，怎么样？好吃，太好了，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。嗯，局长，啊，对不起啊。我错怪你，啥呀？你这能力啊，我早就耳闻了。可是你到咱们局来，先是按兵不动，后来又大张旗鼓，你说我就……你是不是以为我有什么目的啊？后来你又让记者参与调查，我就更往歪了想。不能怪你，这事儿换作是我，我也得瞎心思。新来的局长，啊，跟记者走得那么近，钻营，往上爬，
要政绩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真是这么想的。过去咱们的工作呀，就是一根筋呐，啊，除了罚款就是查封，跟企业根本没什么交流，更谈不上主动上门宣传了。你这回来呀，可让我开眼了。现在的形势啊，逼得我们不变不行了。对对对，这与时俱进呐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啊。但是有一样，咱们保持得很好，就是咱们安监人的工作精神。你看啊，你不是对我有误解吗？但是照样把工作干得很好，其他事情那都是办得妥妥。您的经验让我们大家倚重，您的态度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惭愧惭愧呀、啊，这回我退了，哎呀，让位给年轻人，让这些年轻人大展宏图去吧。哎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您是咱们安监局的宝啊，这帮年轻人还要指望着您传帮带呢。我都想好了，您前脚一退休，我后脚打报告，一定把您反了。就像这两座桥一样，新桥旧桥，并驾齐驱，都是咱们这个城市交通的命脉。喂，将军。太不讲政治！我跟你们再三强调，不要出乱子，要从大局出发，大局出发。你怎么连点起码的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呢？宋副师长，先副长的案子已经查实，作业材料不合格，消防设施虚设，而且有重大的人员伤亡，并且是瞒报。我这也是照章办事啊。我们搞安监工作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帮助企业更好的生产，绝不能一抓安全就不让生产。可是宋副师长，我还没说完。先富是我们市的纳税大户，你知不知道，后天他就要上市了。出了事你可以罚款吗？你知不知道停产对他意味着什么？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你只知道免责，你考虑过全市的经济发展吗？宋副市长，关于木器厂那个案子，我们想捂那是肯定捂不住的。要是被别人借出来，那我们可就被动了。老姜啊，现在不是捂的问题，是我们要想办法策略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，把影响降到最低。你还年轻啊。政治生命很长，不要因为一时的莽撞，影响你自己的前途。宋市长，安全是红线，任何人都不能逾越。你，你们俩听听，过来看看。群众的呼声还挺高的嘛。喂，哦，王书记啊，啊，啊是，那个江局长和赵国强都在我这儿。王书记，这个案子一直是赵局长在负责。王书记，小赵年轻啊，很多事情考虑的不是很周全。先富后天就要上市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停产整顿，我觉得不妥。我和老姜都建议，从大局出发，
边生产边整改，可以加强监管力度。赵局长，从大局出发，你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吗？王书记，王书记啊，既然刚才宋副市长提到我了，那我就说几句吧。这个案子从调查报告上看，木器厂的安全隐患非常多，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关联，没有哪个人能够保证再次生产的安全性。从个人而言吧，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安监了，可对于我们安监工作，没有人能够理解呀，都说我们是鸡蛋里头挑骨头，可我想说，我们挑的还远远不够啊。30年了，我们为了坚守这份责任，我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生怕我们稍一疏忽就会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呀。这次事故4死7伤，10几个家庭就这么毁了。我们是工人安全生产的最后一道屏障了。作为一个老安监人，我们没法顾及什么大局。人心呐，人家眼巴巴的等着看我们为他们做主，不能守住安全生产的这条红线，任何经济发展那都是空中楼阁。所以我坚持支持赵国强的决定，停产整改。沈月啊，好久没有听到你这样说话了。很好，我作为市安委会主任表个态，同意停工整改，严肃追究事故责任人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我说王书记啊，你可得想清楚啊，这样搞下去，招商环境还要不要了？经济建设还搞不搞了？宋市长，还有什么是比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更重要的吗？这次事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我们地方政府到底要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，才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好保障？政策上的优惠只是暂时的，环境上的安全才是长久的。我建议市政府对这次事故处理要公开透明，包括在即将召开的企业论坛上也要讲，要让全国的企业家们看到我们的态度，把坏事变成好事。好吧，按照王书记的意见办。在工作，在工作，你知道做主。冷静，先听我说。木器厂的确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，必须要停工。大家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。就是他打到大人了，揍他！动手！一把就位！拿到了吗？好。要想解决问题，请大家听我说几句话。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市长给我们做主。你们凭什么抓人？叫他把厂子封了。你怎么砍我们的？别砍老板！大家静一静。前两天发生的事故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失火原因是因为粉尘爆炸引起来的。恰恰因为你们使用的工作台是易燃易爆的伪劣产品，再加上车间内防尘、排风、收集系统都是假冒的，最为可怕的是喷淋系统更是一滴水都没有，形同虚设。你们每天工作在这么危险的环境里，你们为你们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过吗？啊，
看看那些死伤的人，想想他们的家属，你们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吗？大家都别听他瞎白话，他就是想勒大脖子，吃拿卡药吓唬人呢。对，别出卖证据，别拿卡药，别卡我们，别卡我们，别卡我们。这是林刚的父母，啊，您二老辛苦了。工友们，他是谁你们知道吗？他是你们工友林刚的父亲。我儿子叫林刚，是上夜班的，上个礼拜给烧死了。厂里来人给我们钱，扣着骨灰不给，还吓唬我们不让往外说。人都死了，你给我家有啥用？能让我儿子活过来吗？要是能让我的儿子活过来，我给你钱，我卖房子卖地都行，没别的要求。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我不能让我儿子找得这么不明不白。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所有车间粉尘浓度的检验报告，全部都超标啊！也就是说，你们每天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中工作，长此以往，你们会得肺部疾病，甚至是肺癌。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我想问一问你们，你们上次体检是什么时候？从来没提过你，从来没见过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吧，整改期间我们安监局组织大家进行体检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上班啊？我们也得吃饭，我们也要养家呀。工友们，让工厂停工只是暂时的，我们会安排专人协助你们工厂完善安防体系，达到标准后马上复工。暂停期间，你们的工资我们会要求工厂照发的，企业的错误不能让员工来承担代价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上来吧，上来吧。走了，走了，上来。好，小弟。好，走吧。局长。嗯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算啥呀？哼，听说挨打了还不还手。那不能，有公安在，咱不能越权执法，不是？呵，小子，有进步啊！情况怎么样？隋先民全撂了。太好了，是隋先富安排的扩建车间，这个材料供应商呀，也全是他指定的，已经签字了。抢劫事情呢？那个他咬死都不承认，陈仓那边到现在也没抓着人。这个老狐狸，这样，马上立案通报，请公安同志协助抓捕隋先富。好。龙哥，我看见小猫挺喜欢你的，不如你把它收养了吧，省得老让我陪你一个人作伴。我自己都管不住自己，我还管它，还不得饿死？我可以帮你照顾它。哎，这主意好。龙哥，你还不把你家钥匙给欣姐一把？你什么职场？怎么考的公务员？这跟智商有什么关系啊？欣姐，我有龙哥家钥匙。Thank you.
你们还讲不讲理啊？张嘴就要200万？我都查了，谁不知道你们公司有钱呢？这点钱算啥？那也要讲法了，你不能欺举大开口，漫天要价了。反正现在人都死了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我们就找市政府，再不行就找省政府去。这熄火又不是因为我，我还得交罚款呢，那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啊？你罚不罚款跟我们有啥关系啊？啊，但是钱一分钱少不了我们的，反正不能赔那么多，一家最多赔50万，多了没有，要不然你们起诉我好了。哎呀，你他妈跟我耍臭无赖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我弄死你啊？不许动手！你要杀我？你要杀人吗？赵局长，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呐！坐下来，坐下。小王，把他带出去。是。你们失去了亲人，心情可以理解。这次事情既然出了，咱们就要面对，就要想办法解决。要换位思考，一味的这么偏激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我处理这种案件很多年了。你们双方的心里怎么想的，我很清楚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坐下来好好谈。真要是谈不通了，启动司法程序，那结果怎么样，谁都不敢保证。你们再好好商量商量吧。每家留下一个代表，其他人都先回去吧。耗在这儿也没用。这大叔大妈这么大年纪了，真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你们怎么弄啊？一会儿我会安排我们的财务先给你们垫付死者的丧葬费，另外每家领取5000块的生活补助。那行，先这样吧，先让大叔大妈先回去啊。从老百姓的角度看，只要出现了安全事故，尤其是重大安全事故，凡是能关联上的部门，能沾上标的公职人员就都有错，都该抓。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？我们都管它叫安监的原罪，因为只要是事故的发生，那必然是监管不到位，而我们安监就是负责监管的。要是没去查，那肯定有责任；去查了没发现问题，有责任；发现问题处理不得当，有责任；发现了一个隐患而没发现第二个，还有责任。总而言之，只要是事故的发生，我们必有责任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作，心理压力很大吧？我们这些做安全工作的，反而是最没安全感，干得越多越害怕。因为即便是24小时的监管监察，如果说企业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那么生产事故依然还是难以避免的。长期跟事故打交道，容易产生厌恶情绪，是什么支撑你坚持下去的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常去法检中心，看见那些尸体躺在那儿，好像都在对我说：“死的不该是他。”安监确实是个折磨人的工作，但如果说今天我们对自己有所放松，那明天就有可能有无辜的躺在那儿。喂，小玉，我这两天真的很忙，局里面有几个案子，我到现在还在办公室呢。明天上午9点。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。不是，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有话好好说呢？你为什么非要总是这样子的？你还有完没完？哦，江局，对不起，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啊，
没呢。好啊，那行，我马上过来。高阳，高阳，将军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这才几点呢？您就，没办法呀，你嫂子不让我吃这个，我出来抽抽解解馋。哎，开车了？开了，局里还不少事儿呢。好，喝水去吧。哎，服务员，来瓶矿泉水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来这吃吃吃，怎么了？您有什么话，您就直说吧。木器厂那个调查报告啊，我已经交到省安委会了。我估计啊，会有什么说法。哎，我明白。干咱们这个工作，不出事儿是本分。既然出了事儿，我相信组织。看来这次把你调来城北，机会不是太好。全赶到一块儿了。嗨，没事儿。那要不然这么着吧，过两天把您那藏了30年的老酒拿出来给我压压惊。你这小子，你还惦记这口呢？啊，行，哪天到家来，叫你嫂子给咱俩炒几个好菜。哎，光咱们一醉方休。好，来来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：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都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违背了安监人的使命，我们有没有掺杂个人的欲求的得失。处理事故，我们是不是能做到公平公正？最近压力比较大，心里头堵得慌。没事儿，老领导。要不然我先回去。哎，等等，还有一个事儿，宋停职了。坚持一下，啊，做好收尾工作，啊。好。今天是5月14日，星期四，晴，最高气温22度，东南风5到6级，阵风可达7级。江南市安监局提醒广大市民，尤其是户外工作者，注意防火，保障自己安全。下面播报本地新闻：原定于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幸福集团，上市资格，疑似于一周前该集团下属武器厂车间失火有关。Thank you.
下面播报本地新闻。原定于今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先富集团，已于昨天被取消了上市资格，疑似与一周前该集团下属穆器厂车间。我跟蒋青是光腚娃娃，听说您调到咱城北来了，过来拜会一下。赵局长费心，如果你把我当成朋友的话，听我一个劝，把安全设施配备齐全，不出事故就是帮了我大忙。这钱呢，得用在刀刃上。我希望你尽快弄好，早日开工。姓孙的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要是不明天给我乖乖的坐到谈判桌前，我立马查封你所有的工地。除非我这个局长不干了，否则你别想开工。陈昌急救中心的车那天除了到现场的车之外，其他的都在县里。